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ohn，今天又来到我们的开箱时间，哒哒，我们来看看是什么东西吧。哇，这个包装的好紧密哦，到底会是什么东西呢？诶，从中间可以撕开耶。哒哒，黑色盒子里面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喽。嘿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那个黑色的布哎，里面就，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培林，他有附个培林给我，然后里面就空空的。看一下这个，哇，八卦指尖陀螺耶！到底是谁这么好心送我这个？哇，原创的！哇，哦，真的超顺的。我们等下来试一下它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好了。我听说它可以到非常的久，大概9分钟吧。我们来实际来测试一下好了。OK。再转，我先转这个，然后我再按这个，可能会有一点点落差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那个 range 吧。先把镜头调上面一点点，然后稍微这样子看一下，先开始喽。哇，真的还蛮久的，七分钟又24秒。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，
第二 round。好，我们进行第二次的旋转。来喽，准备。哇，这个东西真的好久啊，等得我都快睡着了。看看，这个金属真的超级漂亮的呢。锁上这样转，很有厚度哎。而且安静无声。OK，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、按个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